关注微信公众号左右视频，看全网独家军事历史短视频。从青海西宁的221厂接待楼到位于海燕的221厂，不过也就100公里的距离，顺利的话驾车一个半小时便可以到达了。但就是这青海高原上的区区100公里，却使221厂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难进入的人间禁区。地表是山，地表也是山，这中间呢设一个卡子，说你必须走着，别人没有路进入厂区，有通行证，通行证进来厂区以后，你进车间，车间你得又得有车间的通行证，你进保密处有保密处的通行证，你进保卫处有保卫处的通行证，你到二所，二所有通行证。我当时就是身上好多个工作证。任何车辆想要进入这片禁区，都要经过戒备森严的外围哨卡，并出示进场出入证，沿警卫指示道路前进。在整个221厂，像这样的外围哨卡共有7座，厂区内部哨位则多达60余处。进入厂区的人员同样不能随意走动，因为在221厂，每座车间甚至是每个部门都要有对应的通行证才能进出。出门办事，身揣几张内部出入证，竟成为221厂职工习以为常的事情。为保障厂区甚至每个车间的绝对安全，221厂制定了60多种证件限制出入，并用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、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、战胜困难、为人民服务等15个单字为符号，刻成小图章印在工作证或加盖在临时出入证上。所有人员无论级别高低，都要凭证进出。在严格保密制度的护航之下，221厂人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，年复一年地在环境恶劣的西部高原进行着核武器的科研工作。1964年的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的罗布泊试爆成功。倒计时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就在全国人民为原子弹爆炸举国欢庆的时候，几乎与世隔绝的221厂职工却对此浑然不知。没有通知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分厂，我在二分厂呢，到当时叫第二生产部，主任姓钱，他代表二分厂到北京去参加周总理见面，他作为221厂代表去参观，但是也没回来对我们传达。在一个专门制造原子弹的基地中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从事着原子弹制造的工作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。直到很久以后，221厂人回忆起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往事，才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得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。以后发了点奖金，10块、5块、3块，给你这个钱拿着啊，干什么钱别问啊，你要你就拿着。关注微信公众号你不要，你左右视频那还是要回复核武风云，观看全篇。10块钱。